被他看见吗？可以，完全看不见。那天开回来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现在才30米，这么高，30米，可以飞到150米。你这现在一直往上飞啊？为什么？其实可以飞到150米，150米我可以。在哪里看得到是飞多少高？因为你看你看到已达到最大限飞高度了，因为这里我有距离那个限高120，我把它改到150。